哥叫做吴九一，他是一个租屋王的名字。这是一首在讲租房子的故事。再讲一次，我是郑宇龙，那个郑成功的郑，一般的一，我傅龙。如果第一次看我表演的话，就是观众们啊，对，今天特别跑过来这边看的，就是再次谢谢大家。那希望未来可以在其他更多有趣的场合跟大家相见。那如果刚好有人是就是特别来澎湖玩，然后接下来会去台湾的话，就是那个11月7号在高雄的 Sparrow Lighthouse， 然后还有11月14号在台中的 Legacy 的，这两天会有我的个人的专场，就是在有趣的编辑，然后我的演唱会这样。那这两场还有少量的票这样。那11月15号在台北，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买到票的朋友。11月15号已经卖完了，所以总之就是11月7号跟11月14号分别在高雄跟台中。如果那个有朋友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搜寻，真的剩一点点，所以大家来玩的话，我就觉得，我就这样的话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玉子的心》，它是一首台语歌。
最后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再次的感谢大家。等一下心里火气，大家等一下可以起立流汗，这样。我现在是让大家休息的时间。那再说最后一次，我是这边的，很感谢大家。然后非常谢谢主办单位的邀请，因为我今天知道那个各种厉害的东西，反正我觉得我。光是这两天回去应该两天体重，但还有没想到是一个这么酷的地方，然后见到这么多的人，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兴奋，所以再次的感谢，那就我们下次见。哎，我怎么说要怪人家？是谁在看海这激情的光？是谁笑傲笑得不敢太天真？是谁承受了欲望的颜色？是谁有恩？暂停一下咯，现在有19分钟是他的场次，谢谢，拜拜。刚刚下了一阵雨，现在是。